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卡游戏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刚上线的几款五星级仿剧。首先是在个别练级点都会掉落的 VIPS 一系列仿剧，其实它就是四星仿剧 VIRE 的升级版。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情况下，它给予血量、蓝量还有两种类攻击的18%加成，它比四星多了7点的 PP 跟0.5%的加成。以往在用四星 Vile 防具的朋友们，可以考虑将其升值到这一系列防具。接下来是这一期的影片的重中之重，这一系列防具能从 Dark Force 紧急任务获得。该防具全部都是单一攻击型特化防具，而且它跟绝望不一样，它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的情况下还拥有2%的攻击加成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拥有25点的血量跟3点的 PP 加成，可以说是所有攻击特化型的防具里面最香的防具。该防具唯一说不上好的点就是除了在这个紧急任务以外不会掉落，也就是说稀有度还是有的，所以会导致价钱会些微的高那么一丢丢。有耐心的朋友们可以稍微等待价钱稳定下来后才购买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祝大家可以快速获得自己心意的防具。我是韩大佑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